去到最後一節向左望嘅節目時間啦，頭先長毛講到關於即係教協啦，咁我做咗教協會員都咁多年啦，咁都我有少少資格都講少少教協啦。咁你話教協係咪工會咧？我其實真係好懷疑，因為咧教協裏邊本身咧，即係當然其實教師係其中一個重要成員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唔好忽略校長，甚至校監。甚至是一些學校裏面的書記都是專業人員教育人員協會嘛，其實它有13個會協在一起的嘛，是協會來的嘛。所以我們會說，即如果你說看回現在香港學校的架構，就是基本上就是校長就是土皇帝，而老師只不過是一個即是一個 skill labor 的話，咁你話教協係咪工會？如果教協裏面有校長裏面作為成員，你睇好簡單啫嘛，我同司徒老人發生呢個口角啊！我問佢係咪 cancer 上腦，有一班人走出嚟㗎，嗰啲就咪校長、副校長啊，出嚟撐佢咯。咁係咪工會咧？呢啲係咯。唔係咁，佢副校長咪佢心得，因為阿司徒本身做過小學校長㗎嘛，咁咪咁簡單咯，就係咁簡單啫嘛。咁嗰班人咪出嚟咯，你唔見教師出嚟？咁啊，嗰班人咪出嚟咯，話我撐司徒話。咁啊，不指名鬧下我啦，係咪？嗱，好簡單，你即係呢個教協作為一個專業人員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本身咧就本身係一個死不像嚟嘅。到底係咪專業咧？即係你係咩叫 professional？ 就而家木佐一樣，係咪？佢裏邊有好多嘅唔同嘅工種啊嘛。咁而家好簡單，你就以馮偉華為例啦，隻手可熱啦，今日係咪啊？即係呢個普選聯嘅快女代表，亦都係教協會長，將來嘅有機會嚇，因為阿司徒阿張文哥話明讓佢放佢一馬啦，即係會俾佢選到呢個教協會長啊，有呢個家長引導、家長指引投票政治之下嗱。馮偉華是理工這個城市大學的工會的頭頭，你看城市大學被人不斷宰割，老師整個翻譯是一夜之間沒有了，大量的合約制，這個城大本科越來越萎縮，副學士膨脹變成一間獨立的牟利機構，大量的城大的講師轉咗去嗰邊簽新合約，變咗臨時工、合約工，做過乜嘢啊？佢話俾你聽，所以輕工業就唔掂，已經所謂即係爭取福利，重工業更加唔掂，因為大部分的講師都是會。因為朝不保夕，不敢講嘢，係咪啊？俾嗰啲癲，即係癲佬嚟嗰班人，咩叫癲佬啊？係啊，即係啊啲係啦，啲院長啊，喂，為所欲為，係咪啊？任人唯親，係咪啊？你而家民主黨有三個人喺度噶嘛？麥凱華、謝永寧、馮偉華。馮偉華就唔係民主黨，佢話唔係噶，我唔知係咪啊，唔係佢話唔係噶。喂，咁你司徒華集團有三個人喺度搞乜嘢？學制大學嘅學制搞成咁，你領導過咩人反抗？你自己嘅同事俾人咁宰割，你做過乜嘢嘢？最後尾咪剩翻農業咯。所以即係如果用陶傑嘅講法，這個教育協制。小農會嚟咯，自己耕自己塊田咯，最好唔好搞到我咯。最好我揾到份工，我同我老婆仔女上去嗰度揾翻個靚嘅旅行團，暑假旅行嚇我仔整牙平啲，啊配眼鏡平啲，唔使俾人揾笨。我老婆想嚟買家電好啲，係咪啊？嚇買呢一個營養品好啲，上去超級市場。有保證，平啲，喂，搞乜嘢出嚟？係咪？教協而家係仲係
即係所謂榮榮大姐，好似個大笨象咁啊，大白象咁啊，唔死得，係咪啊？你諗下最後一次嘅大鬥爭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教師要自殺，羅范昭芬失言，成萬個教師上街，你叫羅范昭芬下台都唔敢，係我帶頭嗌嗰次。咁所以其實好大程度上，頭先睇翻就係話，如果用教協作為即係香港公運嘅一個個案咧，咁可能大家都會明白到點解香港公運能夠成為成個即係演化社會，甚至係改變社會個力量。咁你冇辦法，呢、這個社工總工會就比較好少少啦。兩大工會都係受民主黨領導嘅喎。佢嘅領導層都係民主黨黨員嚟喎，就搞成咁。你話民主黨點搞？兩大重災區啊，社工嘅整筆個撥款係羅志光諗出嚟嘅，自己殺自己個界別，而家反啦，係咪有啲想道歉啫？民主黨路線錯誤係唔使道歉噶，係咪啊？所以講話搞工會運動最起碼嘅職能就係話喺資本主義制度裏邊。不自覺咁支持資本主義，自覺咁不自反對資本主義，不自覺咁反對資本主義，係咪啊？即係不自覺咁咪反對資本主義，自覺不自覺咁自覺咁咪支持資本主義啊？喂，咁都搞唔到啊！喂，退而思其次，你又講社會理念，講用龍輕重嘅思路老人搞咗出嚟咩？咪小龍經濟咯，而家都係搞到輕工業咩？有半山不死啊！重工業將教師運動變成一個社會運動，兼顧家長、學生同埋教師嘅利益，唔使諗，翻屋企瞓覺。一個其實一個好深嘅課題，如果嗱一個咁啊，張文哥咪。繼續在做萬年國大，是又做呢個中文大學的校董，在中文大學校董佢講緊乜嘢？單單學生衝擊佢講乜嘢啊？係喎，民主對陣嗰啲講過乜嘢啊？佢阿哥唔好講反對李光耀嚟剪彩啊，反對董建華嚟剝人個頭啊，反對周文權剝個頭。張文光啊，我而家要問佢校董會嗰度講過乜嘢啊？我諗今日睇節目嘅朋友咧，我諗中大朋友咧，翻去慢慢算呢個賬啦，真係，慢慢算啦就可以。咁嗱，咁其實頭先我諗成集裏邊都提過幾樣嘢，就係話嗱，教學院而家又係啦，張炳良啦，呢個民主黨嘅遺老，係啦，係咪啊？手上飲急啦，喂大佬，冇嘢做咪塞個位落去俾佢做咯。張炳良何德何能要咁做個位？講嘅啫嘛。我覺得有政治需要啫，當年係咯，即係揮之不去呢個諗法嘅喎。因為教院出咗問題啊，咪掉佢落去咯，鎮住係咪啊？咁呢個保皇黨嗰啲無能嘅秀才，咪喺呢一個一個腐朽政權嘅互相傾剪之中，嗰個腐敗之中去上位咯，明唔明啊？人哋死佢咪行上去咯，係咪就咁簡單？咁所以我諗今日成日嗰個節目本身咧，講翻即係而家香港社運嘅低迷啊，又或者其實只不過係幾年前個別即係一啲社運，譬如話集結工人嘅示威，攞到一個比較具體少少嘅成就。咁但係大體上嚟講，你都會見到就係話喺唔同嘅專業啊、行業啊，或者甚至一啲低下階層行業裏邊，社運本身，甚至我哋學校本身嗰個即係教職員工會都唔係你好簡單啫嘛。你教協作為一個工會，作為社會運動啦，表現喺兩方面啦。我兩單都有參加嘅，新巴工會罷工，佢係有一個人嚟啦，阿潘天慈嚟咗啦。潘天慈因為而家係公民嘅理事長，亦都係教協嘅，其實教都係隱咗形，講嘅啫。日本投降嘅65周年，而家有四個苦役勞工嚟香港，教育真係係咁意嘅啫，係嘛？龍興重就係定翻龍，你上去追旺就係想去買嘢，呢個係咪萬頭震動？
原來其實都係好似民建聯咁樣靠平嘢引引誘人上去，都係物質啦，都係。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一度，咁咧仲有提大家樣嘢，就係話如果有啲咩問題想係關於呢個節目啊，或者甚至關於長毛啊我啊咁樣啦，可以寄信嚟呢一個長毛信箱啊。咁咧嗰個信箱個網址咧就喺字幕個部分咧顯示出嚟噶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去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見。好，拜拜。